帮我跟君上说一声。嗯。不是说姑去接你吗？怎么自己过来了？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觉得有点忐忑，所以就先来找君上了。娘娘，您的预感还真准呢，娘娘今天有大好事呢。哎，连翘，你带着什么东西啊？白粥。嗯，你怎么了？脸色好像不太好，你生病了？他嘛，没睡醒。今天宴会上酒水肯定免不了，所以我就做了点白粥来给君上垫一垫，免得伤胃。娘娘好体贴啊。哇，这是您小厨房熬的呀？那按照规矩嘛，得先试一试。算了，顶多也就是难喝了一点，给姑吧。嗯，走个流程吗？对，走个流程。哎，君上，没事的。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皇儿听闻今日王府设宴，主角未到，盛宴开不了。皇儿，嫁给本王，你高兴吗？殿下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能嫁给殿下是皇儿的福气。说得好，你的福气还在后面呢。以后别叫我殿下了，得改改口了。走吧。君上，你怎么了？君上，你，君上，你是谁？隐血剑在哪？它的驱动方法是什么？你休想知道。说也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找到。你把琪琪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应该到宴厅了吧？我也该走了。别把我留下！好孩子，我送你回家。
到了，跟我来。